您好，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天气为你们改变化，今天的下就结交了关心。虽然看到卫生军图，但还是看到土台湾改变破坏面，还有疫情卡又改负面。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，今日是班普提区澎湖马祖云量还有卡多结束，天气没系卡无问题，还有短暂晴子。不过今日天气来讲，从冬至之前，其实高铁的天气拢系多云到出现条个天气形态。高温嘅部分未有落到31度到33度，不过土东半部地区因只系土北方面嘅蔬菜，所以大概高温有机会落到35度以上。透过海中紫外线检测图，安尼就计算了宽度哦。今日太阳来讲，无落日之前，其实高铁嘅天气系较显热结束咯。高铁嘅紫外线未能有落到高亮到高亮嘅等级，大概高亮嘅等级就代表头部外20分钟就有机会晒伤，所以提倡用整片就出门嘅时要记得注意防晒，补充水分。安尼计算了宽度下几种。了解日期之前，土乐关心下周过后落日的情形。在看到近边，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，水气系较多结束，所以下周开始受到对流作用的影响，所以土太特别天气，含有高铁的山区，含有巴山区的蔬菜，拢有可能会有雷阵雨，也系短时间嘅强降雨。所以提醒山区的乡亲朋友，爱提撇留意驶车嘅安全。过来土暗夜过后，了解日寒系会持续土落哦，所以了解日叫会天天停落来，唔过土全部嘅山区寒系会有流。落日嘅情形，安尼继续看到下几种天面天气图，来关心本来嘅天气。再看到其实半过后，两个封面就会天天离开台湾咧，所以台式来讲，到时就会受到两个太平洋高压嘅影响，天气就会转走热天嘅天气形态。台式来讲，冬至之前天气都系较稳天结束，下周有可能会有落雷天气。另外，大家都关心嘅就系前几日安尼同讨论嘅同广东福建嘅热带性低气压，其实咧下时看到已经变做一般性嘅低气压，未来会持续对阵西北嘅方向来前进。按算咧，拜二到下礼拜日两趟时间就会接近台湾嘅东部海面，到时东半部地区水气就会较多结束，天气有可能变到较无稳定。不过咁有机会，高级嘅变种热带性低气压也系变种风灾，农闲咧爱持续来观察嘅。此外，提醒大家，今日天气就有受到冬至过后对流作用的影响，高铁仍有可能会有雷阵雨，所以提醒呢，山区的乡亲朋友要特别留意驶车的安全。还有这段时间，每次有冒起海巡，还有河坝巡，还有山区高。请问沟通时间，高温本地零。